亮美颜，关掉滤镜。苹果原相机，看到没有，这才是我皮肤真实的状态，这些斑斑点点哦，都是真实的，搓都搓不掉。但是呢，我有办法，是想出门又想皮肤白白嫩嫩的，但是又不想化妆的啊，就用它，用一点点哦，直接在脸上，然后抹开，你看，就像乳液一样，很好推开，很保湿的，一秒啊就化成水了。而且啊，用起来很滋润，很舒服，就轻轻抹两下啊，我的红血丝就已经遮住了。注意看我这里的毛孔啊，轻轻点一点，抹一抹，拍一拍，看看这就没了，神不神奇？这就没有了，这个妆感真的绝了，简直不要太漂亮了。我真的很喜欢用它，非常方便，而且啊，不到一分钟就看起来好像化了妆一样，真的懒人啊，就买它，就买它。而且啊，它还防水防汗，你看我啊，就这样搓，它都不带脱妆的。而且啊，你看我这样指甲去抠它，都完全没有脱妆。这个季节出门啊，就涂一点都不用担心脱妆的。而且整张脸哦，气色很好，不假白，很自然。